等买只真山宝啊！好啦，镇山宝，睇下跑嘅时候操控性会唔会再好啲啦？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九长三班千二，第二十起飞四，准备。我一跳出嚟嘅时候，前面快嘅嘛，内栏位置全胜啦，中间蓝衫极速王镇山宝又快咗啦，外边仲有嘉应传奇，最出咧仲有呢只霸胜啊，咁啊极速王蓝衫拖翻住先，大约第五六位啦，咁啊响佢外边有恒星梦啊黄衫嘅，内栏橙色眼罩仲有运来福星啊，尾四内栏健康美丽，尾三长长精彩，后边两只就豪情竞进，同埋嗰只咧就扬名酷酷嚟噶，过呢个八八，前面带头系霸胜啊，咁啊全胜啊跟住你啦，第三位仲有嘉应传奇，第四位镇山宝，内栏第五位咧仲有运来福星啊。中间位置蓝衫第六位就极速王啊，内栏戴面箍粉红帽嗰只就健康美丽啊，一路响出边咧就系黄衫红眼罩嘅恒星梦啊，尾三长长精彩，咁啊后边两只豪情竞进啦，咁啊同埋呢只咧就扬名酷酷啊，好啦，正就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咧就霸胜，外边嘉应战旗上咗嚟，响入边红衫咧就有全胜啊，再喺外边追啲嘅马咧仲有镇山宝啦，马林中间极速王啦，外边长长精彩咧就慢慢压出去噶啦，外边位置仲有只恒星梦冲紧，斗到嚟最后二百零米。几只马平排冲刺，中间极速王有分冲，外边长长精彩，咁啊再见到外边位置仲有恒星梦接近终点，长长精彩咧就赢出呢场赛事啊！第二名有极速王同埋外边嗰只恒星梦啊！哇，睇埋最后三百，睇下潘顿点样压起嗰、那个压起个左边膊头位，都惊你嗰只恒星梦撞埋嚟啊！咁啊一出虽然缺过货都赢、啊，跑第二名嘅马埋边极速王，出边恒星梦，第四系镇山宝。又场场精彩，潘顿啊一出即胜啊，七点九倍啊，跑第二名咧好近喎，咪又嘅极速王啦，十号嘅恒星梦影相啊，第四名咧就系十二号嘅镇山宝，咁啊呢只场场精彩，你拍住佢好肯掠啊，英国都系咁啊。睇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系二号嘅长长精彩啊，独人派79蚊，位置派24蚊嘅。跑第二名就系十号嘅恒星梦啦，位置派13蚊。跑第三名啊，一号嘅极速王，位置派14.5，连赢位二搭十派107蚊。三重彩二号、十号、一号顺序派926蚊，单 T 咧就派155蚊，位置 Q 二搭十派43蚊，一搭二派77.5，一搭十派23.5。跑第四名系十二号嘅镇山宝。好，睇翻咧第二名啊，结果就恒星梦啊，到先系十号马，极速王就继续准成啊，第三。三拣一预嘅派彩啦，胜出嘅系 A 三啊，其他冷门嘅派39蚊。高东尼咁啊，都有唔少自购马出即胜啊。嗯。今日多谢场场精彩。时时精彩彩衣啊，咁啊潘顿都赢好多嗰只噶啦，时时精彩。
你哋都幾叻啊！馬又唔係話好大隻，咁啊初出孭住個頂磅都可以咁樣衝贏。四聯盟預計派賽啦，一號、二號、十號、十二號啊，派251蚊。四重彩預計派彩二號、十號、一號、十二號順序派6222蚊。成舊馬衝刺，不過入邊內欄啲馬都濕濕地啊，一隻夾一隻咁好似。同埋潘頓今日都三面喎。同阿梁家俊一樣啦，尾場左者全熱門，高大威猛啊！魏智霖咩跑完都得24蚊啫，二號啊，落咗好多。Win 就都係差零蚊，咁啊鎮山寶都繼續交到啦，第四啊，同上一次都起碼唔會突然間走樣。嗯，不過今次擺前咗啲咯，今場時間就1分08秒94嘅時間都唔錯啊。好，要搬到翻嚟復榜。嗯，暫時就三 win， 咁啊，尾場高大威猛，18蚊嘅大熱門啊！巡邏影片睇翻啦，第九場賽事起步比較慢啲咧，就係、是、四檔啊，嗰只側身馬豪情勁進啦。咁啊，前邊位置嘉應傳奇都好落力，想殺埋嚟嘅。咁啊，內欄就全勝啦，出邊霸勝都搶埋一份喎。咁啊，中路位置就係嗰只鎮山寶啦，出邊係恆星夢啦，一路攝住佢咧就係嗰只極速王嘅。咁啊，內欄就運來福星啦。咁啊，包尾尾四位置就健康美麗，尾三場場精彩，包咗尾一隊豪情勁進同埋嗰只陽明酷酷嘅。呢場步速都正常嘅，兩隊都同標準時間相若，屬於中等步速賽事。恆星夢早段都見到騎得幾落力噶，不過始終真係唔見咗啲速度啊。咁、好在佢都仲識追馬嘅，咁啊，沿途頂起三疊啊，翻嚟都仲係追得幾勁嘅啊。咁啊，頭馬長途精彩，沿途都尾三四位置嘅，一路攝住二疊，咁啊，直路啊慢慢移出去衝啦，咁啊咬開就恆星夢嗰度，咁啊一咬開咗咧，佢越衝越勁嘅，咁啊唔係好大隻，孭住個頂磅咯，啊都仲可以衝贏，你都真係唔簡單。咁啊入邊嗰堆，咁啊全勝跟咗翻嚟就生生地嘅。咁啊，隔離雞影傳奇都係啦。咁啊，入邊失嗰啲咧，又唔係話好有實力嘅馬嚟嘅。咁啊，健康美麗換張人又唔係話追得好勁。好啦，第九場啦，福邦完畢派彩作實啦。位置 Q 派彩二搭十派43蚊，一搭二派77.5，一搭十派23.5。組合獨贏三揀一啦，勝出嘅 A3 啊，其他冷門嘅派39蚊。四連環一號、二號、十號、十二號派251蚊。四重彩啦，二號、十號、一號、十二號順序派6222蚊。第八口嘅孖宝啊，头关四号尾关二号咧就派2050蚊啊，头关四号尾关九号或者十号啊，安慰咗就派47.5。分段时间头段23秒64，第二段22秒45，末段22秒85，总时间1分08秒94。